几番起伏终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。今夜成空，宛如回首袖底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繁华落尽，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。热情热心，换冷淡冷漠，人多少深情独向寂寞。人随风过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一程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伴飘过。一程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伴飘过。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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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让开让开，让一让，让一让啊。香儿，香儿，香儿，嘿，吓我一跳，我才被你吓死了呢，看你那个样子。你来很久了吧？有一会了。我啊特别来看看你这个小宝宝。嘘，幸亏没人在。来，我其实真的一点都不知道。他是清白的，我不希望他有污点。哎，那他没有爹，不如就认我做干娘，那他就有两个娘了，也算是补偿啊。你怎么现在才开口？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意思了。真的？让我摸摸他，乖儿子，乖儿子。如果是个女儿呢？哎，男女都一样的嘛。那他会越长越大，以后呢，你就要多吃一点。让他在肚子里面就白白胖胖的，以后生出来就很健康啦。哎，刚刚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了？我刚刚在街上见到秀女进城了。格格，你替他干什么呢？我都忘了这件事了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。再过两天就轮到我入宫了，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面。对不起啊。没什么大不了的嘛，大不了死啊。格格，你可千万不要。放心吧，不到最后关头，我不会走这条路的。我本来不想提的，但是刚才
我在街上看到香儿，原来连她也被选上秀女了。那么等我入宫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她的。嗯。家里做什么生意的？现在做工。嗯，还有什么人呢？家里？没有。嗯，走。你怎么回事嘛？把他扶起来，快点！你们小心点啊！哎，真是！哪个是香儿？哪个是香儿？哪个是香儿？我是。跟我走。进去吧。怎么了？不认识我？不是，只是没想到董少爷您。我怎么了？做公公了。做公公不好吗？好。你们家少爷现在怎么样？还好。还是住在湖州？是。成了亲了没？不关你的事。我是他从小玩到大的最好的朋友，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问我们家少爷是关心他吗？你只是想看看会不会再跟你争香莲姑娘。都已经做公公了，还争什么？香莲是我的妻子，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争呢？我就没看过公公还有老婆。你臭丫头，你怎么样？奴才叩见格格。哼，你刚才想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秀女一被选入宫就是皇上的人了。皇上的人你都敢欺负？奴才不敢。如果你是奴才，你就给我出去，我有话跟香儿讲。香儿，格格，你为什么让格格闯进来？是格格来这边找香格格。你真是个饭桶！你给我好好盯着他们，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告诉我。是。没想到我们穷人家命苦，格格也一样惨。只要一道圣旨下来，不管是有钱的没钱的，都一定要受罪。啊，那少爷就惨了，香莲姑娘没有了，格格也没有了，还得要坐牢。坐牢？是啊，少爷在福州一家钱庄做事，为了帮王友林公子上京捐官，把部分收回来的账款都给了他，没想到让这家钱庄的老板发现了，就报了官。那坐多久啊？那个官说，欠债还钱，把钱还清了就放人。那还好了。胡雪岩也许已经没有事了。什么？因为王有林现在已经是湖州知县了。啊，您怎么会知道的？我爹是王爷，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？那我就放心了，遇到格格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过两天我也得进宫了，有我在这儿没有人敢欺负你。那个董武奇你不用怕他，只要你比他凶就行了。我们还能凶什么呢？进了宫还不是废人一个，跟董武奇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别说了，还不都是那个皇上，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还害那么多无辜的人干什么呢？他人不人鬼不鬼？是啊，
我希望他早点变鬼，这样对大家都好啊。我也希望如此。样子，快快拿来！皇上怎么了？说什么情况？都给赶出来！那我进去看看去。别进去，再打上会儿气，累了睡一觉就好了。哎，今天选秀女，明天要选妃子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改旗了啊！这，哎，这我要赶快要禀报太后啊！哥哥，这么晚才回来？哦，对了，刚刚关公来过，说选妃的日期因为皇上有病要延期了。我早就知道了。我爹呢？关公走后，王爷一直躲在房中，不知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来过。皇上，皇上为万民之主，无度无道，置家国于不顾，整日沉迷酒色，残害身体。皇上，你怎么对得起百姓，对得起先皇？皇上，你知不知道，天下父母由于你的纵情声色而伤心欲绝，多少少女终老深宫，一辈子痛苦。皇上，微臣的实在不应该说这些话，可是皇上，求老天保佑早登仙界以救万民。爹，你不用咒他，你不咒皇上，皇上他也快要死了。兰雪，你，我知道皇上一天不死，你就会要我进宫伺候他的。你咒他，你咒他，你咒他，快点死吧！咒他快死！兰轩，兰轩，爹对不起你。兰轩，选妃的日子延后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迟早我都得要入宫的呀。要买个香包，手工要细的，质量也要最好。哎呦，我这都是上等货，什么样都有。公公，你看，有这么多的香包。哎，公公，你要什么颜色的？哎，公公啊，你看这个红色的不错，有好彩头啊。哎，公公啊，不喜欢了。啊，那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黄色的，公公。哎，公公，你看这个好不好看？你不要开口闭口叫我公公，行不行？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不要开口闭口叫我公公，行不行？啊，可以，是，好。哎，公，啊，对不起，这位大爷，你看，这香包这么多花样，这么多款式，你喜欢你，您自己挑。这个不错，红的大包嘛。哎呀，大爷，这个好啊，这个葫芦。正好试一下大爷您的身份呢。胡说，我是个堂堂男子汉，我买这香花干什么？我是要送给我妻子的。啊，怎么，你不相信我有老婆吗？啊，我信，我信。眉清目秀哎，不男不女的公公哎，真的。
吃这个东西。不要多事。你上哪去了？这么晚回来？我到青莲城去看叔叔。以后没事呢，常在家里头，不要到处乱跑。你现在已经是董家的媳妇儿，做媳妇儿应该有做媳妇儿的规矩。你都不回来，这还像个家吗？我是身不由己啊。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常回来。你看，喜不喜欢？这个我不稀罕，我只希望你以后好好做人，不要再跟那个姓庞的。好了，不要就算了吧，不要在这儿唠唠叨叨的。一心一意为你买个东西回来讨你开心，没想到自讨没趣。你以为我喜欢抽鸦片膏吗？我不过是想麻醉自己。你以为我喜欢当公公吗？我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呀、啊！要是违抗皇命，那是死罪一条啊！如果当初你听我跟雪颜劝的话，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了。你不要跟我提胡雪颜，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，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我。你后悔了是不是？后悔嫁给我了？我没有啊！你没有骗我，知道你心里头从来没有忘记过胡雪颜，是不是？你回答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后悔了嫁给了一个太监丈夫？没错，我是太监，我是个公公啊。你要是不甘寂寞，想找胡雪岩的话，你现在就找，对吧？是太过分了。夜深了，外面很冷的，我们回房休息。嗯，没睡呀、啊？哎呀，爹啊，我已经答应你要入宫了嘛，你干嘛还要来烦我呢？你真是一个孝顺的女儿，是爹对不起你。干嘛要说对不起呢？我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的保重，万事都要小心。我不希望连累你。你都能为爹着想，爹还能怕你连累我吗？来轩，走吧。不过不是进宫，是离开京城。爹，远走高飞。
走得越远越好，最好千万不要让官兵找到你。爹，有什么事情爹一力承担，如果皇上责难，爹就算牺牲了爵位俸禄，换我女儿一生的幸福，爹也是值得。爹，不要哭了，事不宜迟，选妃的日子有变，赶快的走吧。啊，这些银票你带在身上啊，赶快走，收拾一个包袱，今天晚上就走。想一走了之的，没想到爹那么疼我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你没有错，你很聪明，其实你早就应该这个样子。快走吧，啊！爹已经把下人打发开了，没有人看见你。走。走。香莲，什么事情啊？你，我不希望我这一辈子就在后宫里像坐牢一样。你这么做也对，那你到哪里去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朋友都没有。我想到湖州去找胡雪岩。雪岩，对，他会帮你的。我是特别来跟你道别的，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我得走了。你走，总比你留在这里好。你赶快走。再见。再见。我看你跟我一块走好了。难道你还舍不得那个人吗？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我丈夫。如果他当你是妻子，就不会去做太监了。不要再说了，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你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一想啊。他是无辜的，你这样瞒着瞒到什么时候？迟早肚子会大的，还是得找个地方想办法避一避。走吧，跟我一起走啊。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这么久啊，我们快点走啊。站住！这么晚了，
上哪去啊？不要理他，我们快走。算账！你想怎么样？哥哥，你已经被选为秀女了，难道想潜逃吗？你放肆！把手拿开！慢走啊！什么事啊？不晓得是哪户人家的女儿啊，被选上秀女了，现在逃走了。官兵啊，正在搜索她呢。哎，这哪逃得掉？到处抓回去不是更惨？不走难道进宫等死啊？换了我也拼一拼了。所以我向老天祈祷了，但愿过了今晚以后，能够少一个可怜的人。你怎么会？我真没有想到会是你呀、啊！程班主，你要救我！停下来，什么人呢？大爷，我们是青年城戏班出城演戏去。几个人呢？十个。里头什么人呢？里面是我们班主。我看看。班主，大爷，什么事啊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正赶着上戏，应该都是班主不好，答应人家这么早开锣，弄得像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看真不像样。你的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什么名字？这你就不对了，人家都知道勾了关公脸不能讲话，你偏要他开口，这怎么行嘛？她是女的吧？哪有戏班找女的演关公的嘛？哎，是啊，哪有女的扮关公的呢？好，走了。哎，谢谢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天地苍茫，以后的日子不知道要怎么过。总比在宫里面好。你现在终于明白你姐姐的心情了？太明白了。程班主，谢谢你对我姐姐那么好。可惜我们现在难有见面的机会了。程班主，有件事我很久以前就想跟你讲。是关于你姐姐的？是关于你的，你是我所见过男人之中最有情有义、最伟大的。我是最下贱、最让人瞧不起的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前错怪你了。很久以前你就向我道歉过了，我还以为你忘记以前的事情了。你骂我好了，这样我会舒服点。你骂我吧。你是兰亭的妹妹，我为什么要骂你呢？姐姐能认识你是她的福气。也许是最不幸的，
程班主。好了，我们准备走吧。这样好，免得引起别人注意。你要好好保重。绑紧，绑紧，走。我看呢，您呢，哎，这皇上睡得正香呢，哎，八成您还要多在这儿跪一两个时辰哦。只要能看见皇上，老夫跪多久都没有关系。王爷，我看您最好啊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您连皇上选的秀女都可以放走，你眼睛里头根本就没有皇上啊。怎么，你就算你自服上殿请罪，也难消皇上心里这口气呀。这个自有皇上做主，用不到你这个奴才费心。你，哎，外头什么事儿这么吵啊？不知道皇上在睡觉吗？启禀太后，是惠亲王，他说有要紧事儿，一定要面见皇上。你们这些人呐，真是想把我气死。君是这样，臣也是这样。奴才叩见太后。小的这样，老的也是这样，都是一群混账糊涂。你看看你，成何体统？臣教你无妨，汝即圣上，请太后治罪。如今皇上病成这个样子，还怎么治你的罪呀？哎，算了。只要家丑不外扬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还跪在那儿干嘛呀？松绑！遵旨。起来吧。我会派人把格格找回来的。万一找不到，这笔账我会再回来跟你算。线索吗？臣妾还没有消息。还没有？你们都想把我气死。这个臭丫头害得我今天让太后整整的骂了一整天呢。我本来想拿着惠亲王臭小子这老小子出出口气，谁晓得他逢凶化吉，真是一点什么事情都没有让我的心里的舒服啊，气死我了。干爹，你别生气，我先来伺候你。哎，武奇啊，嗯，我听说你老婆跟格格俩人私人交情不错啊，这个他会不会知道格格的下落呀？不会的，格格跟香莲呢一向是有心病的，格格的事情呢香莲不会知道的。嗯，那就好了，不然的话，就算他是我的干儿媳妇儿，我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哎，算算时辰，格格现在已经出了京城喽。来往的人我们都查过了，嗯，他是怎么出城的？哼，那你有没有特别注意什么可疑的人离开了京城啊？可疑的人啊？啊。青龙城戏班出城，他们说是下乡演戏。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
那帮米商分明是囤积居奇。到今天为止，米价已经涨了3倍，现有的银两根本筹不足米粮。这帮奸商，好，我立即下令封仓搜米，只要证实有谁囤积米粮，一律处斩，杀一儆百。哎，这样不好，依我看他们是受人指使。何以见得？我们奔走了这么多天，大小米商都不肯卖米给我们。你想想看，没有理由一夜之间他们都变成了奸商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难道王宗翰？除了他之外，谁还能有这么大的势力呢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他跟庞公公是一伙的。那就糟了，他分明是要陷害我。哎，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？信和钱庄的张老板人面很广，我听他说过他跟上海的米商很熟，不如就……你的意思是远去上海买米行得通吗？市集马行田嘛，不过我们必须要给他一点好处才行。嗯，想不到方科来往的经费可以由信和全权处理，谢谢，都靠你了。也不全是我，如果这一次没有王大人的帮忙，事情恐怕也没那么顺利。不错，我明天要亲自登门拜访，谢谢他。我看不用了，你不用去谢他了，这几天他心情不好，你不要去打搅他。那我更应该去了，王大人如事繁忙还肯帮我这忙，我能不去谢谢他吗？要谢他其实有很多方法，并不一定要登门拜访啊。最近有什么事情解决不来的？最近就是为了运粮上京的事情，他烦透了。嗯，这些事我也略有所闻，想来王大人麻烦不小啊。张老板果然消息灵通，人面广。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帮忙呢？张老板，你跟上海的米商是不是有交情呢？你是想运别处的米上京交差？嗯，不错。不过没有新交啊。但是总可以试试啊。好吧，我尽管写信给他们，可是没有十足的把握。这是当然了。但愿王大人洪福齐天，安然渡过难关。有张老板您鼎力支持，这次难关一定可以渡过。娘，你来的正好。什么事啊？跟我来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娘，格格。雪爷，你不是被选入宫当秀女吗？不要哭啊！啊，我去给哥哥弄点吃的。你是一个人来的？是爹放我走的。他说他宁愿自己受罚，也不愿意看我一辈子在宫里面受苦。我不想连累你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地方好去了。能出来就好了，不要难过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少爷，王大人来访。哦，来了。王大人。王有龄啊，你认识他？他已经做了官了。我怕，我以后再告诉你啊。有灵，是不是有要紧的事啊？大哥，有两件事要跟你商量，坐下来说。什么事啊？一件是关于炒米的事，
另一件事，京城传来消息，大哥，看你精神恍惚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啊，不，娘不太舒服，所以，啊，伯母生病了，我应该进去看一看她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小病，已经睡了。啊，坐下，谈谈你的事。对了，大哥，张老板那边情形怎么样？哦，张老板已经答应了，让我去联络上海米商，准备玉米上京。那太好了，如果价钱方面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尽快到上海解决这件头疼的事。是。姐呢？饭菜好了，你拿去给。哎，伯母，您不是在休息吗？哎，是啊，娘，您不是说要去休息吗？哎，这我是要去休息。那你们好好聊聊啊。大哥啊，伯母看起来不像是有病的样子。哦，娘的病也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时好时坏，刚才说不舒服要去睡觉，这会儿又做了一些饭菜出来。啊，这病非同小可。大哥，我还略懂一点医理，我进去给他把把脉，说不定可以知道一点病因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大哥，你我的交情还客气什么呢？不要怕麻烦我，我看还是让我进去给伯母把把脉。哎，伯母，您不舒服啊？啊，没有什么。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伯母，您不舒服啊？啊，没有什么，我留你有心的。伯母，我替你把个脉，或许可以找出病因呢。哎哎，坐。好吧。伯母，我实在找不出你有什么病啊。什么人老了容易劳累糊涂一些，都是血炎紧张的。是啊，大哥孝顺嘛，我还以为是得了什么怪病。娘没事就好。说起得病，京中传来消息说皇上得了重病，连选妃的日子也延后了。皇上得了重病，那宫廷里面发生很多事了。现在朝中闹得最凶的就是格格出走的事啊。格格出走？哎，真是傻，这万一出了什么事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是傻。娘，您没怎么样吧？没有什么，人老了就是会咳嗽，我想要休息了。伯母，那您就早点休息吧。哎，我送你。希望格格平安无事。格格，不要紧吧？啊？怎么样？有灵走了？走了。格格睡了。他太累了，睡了。我听有灵的口气，他对格格也蛮关心的，像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如果跟他商量一下，也许他肯帮忙。不行啊，他身为朝廷命官，朝廷要抓格格，我们要放他，那他很难做的。说的也是，要是不帮忙心里过不去，帮了忙国里难容，其中要是有什么差错的话，别说头上的乌纱帽保不住了，恐怕连命都丢了。雪雁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但是娘，我担心你是怕娘受牵连。娘都那么大把年纪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雪雁，你别忘了，赵大爷格格的
不是你，是娘啊。娘。娘现在担心的是怕照顾不到格格，多心。睁着眼看着他被送回京城，对这个废皇帝就这样过一生，我想起来都为他难过。格格会吉人天相的。如果老天有眼，格格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她以前怎么帮助我，我们一定要怎么帮助她。就算娘会怎么样，我却不会后悔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窝藏秀女，究竟认不认罪？认。天地良心，你们能放走格格，要怎么样都可以。不错，王大人，公私要分明，你判罪吧。好，判他们死罪。可是，死罪，斩。Yeah.